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大家好，筹码定多空啊！我一直在跟大家报告，做多做空，你一定要从大户筹码的结构。你了解筹码结构，你才不会忽多忽空乱搞一通啊！不论是指数的操作、股票的买卖啊，我看到很多人操作期货、指数，为什么赔很惨？跟很多老师，现在台面上很多年轻的老师，每天一开盘，多空市价全面乱搞一通，有的更好笑，一开盘什么上多下空，怎么搞啊？啊，多空市价一起搞，那你在胡搞嘛？你要有一个明确的方向，你要从整个大盘筹码结构啊。那这一波大盘从10500，我们请大家全力一路做多，一路做多哈，一直到了上礼拜，有没有长黑大跌，跌破了整个上升趋势线？有没有看到跌破这个上升趋势线？所以告诉你，开始高档进入修正。那大跌之后，很多人开始拼命放空。那我们上礼拜大跌杀回来，我们说这个地方刚好回撤什么？回撤这个颈线的支撑嘛。所以拉回来是要接多，但是大涨之后呢，你要注意什么？全波套牢的高档的卖压嘛。所以这一个礼拜以来，我们讲得很清楚，短线上指数的操作就是一个下档有支撑，有吗？下档有支撑，上档套牢的一个区间盘。所以这个礼拜已经告诉你，指数的操作你要懂得高空低补，高空下杀低补翻多，来回这样一个区间盘。这里你绝对不要认为是大多头大空头，懂得区间操作。来，请看，亲眼见证，昨天一开盘，昨天一开盘，所有全国用户亲眼看一下，10997，昨天一开盘就是多。来，昨天一开盘，啊，所以我们的操盘工具连时间都告诉你了，昨天一开盘，没错吧？8月8号8:50，10997就是一个多，你懂吧？趋势力道就是多。你不需要一开盘一下又空啊，被嘎，对不对？昨天一开盘10997就是多，我们的电脑程式连时间、价位、方向清清楚楚，8:5010997多，一多到顶，你了解吧？一波到顶，一次赚到底，来，一多到顶，获利多少？邱所长，10997翻多，到了10:45，获利多少？电脑 AI 程式，电脑不会骗人的，获利是不是高达70点？都算给你看了嘛，好不好？那接下来到了12:30，发生什么事情啊？10064转空，清不清楚？所以你今天有我们的操盘工具，有大户筹码，昨天一开盘10997就是多，一多上来70点。到了12:30，你要猜吗？啊，来导播，11064转空，简不简单？那今天一早，自己看一下，获利高达多少？80多点呢、啊。所以今天你有我们的操盘工具，昨天一开盘就是一个多，你不要在什么上多下空乱搞一通。一开盘，你不要在那边一下就市价放空，被嘎上来，空单对吧？被嘎停损，反手做多，今天一早又杀了快100点。你跟着我们大户城市，昨天一开盘10997就是一个多，你不要怀疑，你要操作就顺势操作，跟着大户城市一多上来70点的行情，大涨之后11064转空，今天早盘呢？杀回撤10969，你自己看看，又将近90点，所以光是从昨天一开盘，先多再空，多空两趟，自己告诉我，70点、90点两趟，是不是160点的行情？这就是你昨天到今天应该要掌握的行情嘛？你需要搞得跟无头苍蝇一样吗？一开盘哇，市价放空被嘎，对不对？
然后涨上来了，哇，多空单停损哦，市价追多，今天又杀。好，那我们的电脑程式也很方便，你可以下载到你手机，自己看一下手机 APP 一样，昨天一开盘是不是10997多？一多上来是不是70点？那昨天大涨之后，10997上来11064转空，今天一早又杀了，是不是又杀了将近90点？嗯，就这么简单嘛。所以昨天一开盘10997，你不要怀疑，一多上来是不是70点？大涨之后11064转空，你不要怀疑，不要猜，不要赌，不要凹嘛。转空今天早盘下杀，是不是将近90多点？来，自己告诉我，一多一空两趟，全国投资人，多空两趟，自己告诉我，是不是160点的行情？这就是你昨天到今天指数的操作，你跟着我们的大户程式的脚步，不论是电脑程式也好，对不对？昨天先多再空，你看我们的软体清清楚楚，趋势力道一路红，你就是做多；趋势力道翻绿，你就是转空。你会做多？昨天你会放空被嘎吗？上来做多又停损吗？昨天趋势力道一红到底，一路做多，先送你70点，大涨上来之后，趋势力道转绿转空，一空下来90点，先多再空两趟，你自己告诉我，160点的行情，不要你去猜，也不要你去赌，是不是轻松愉快？啊，真的操作就是应该如此，轻松愉快，不要一开盘是吧，市价多空乱搞一通，上多下空，胡搞乱搞，方向搞不清楚，那你当然赔钱嘛。好，再来回到股票操作，股票一再一再，我跟大家强调嘛，你要懂得筹码嘛，对不对？到底大户是底部翻多呢，还是高档出货转空嘛？你筹码结构搞不清楚，五月份你跟很多老师去买被动元件，你自己告诉我赔得灰头土脸了，是不是？你自己看看，490块的华新科杀到270啊，对不对？1300的国巨杀到600多，情何以堪呢？哦，那你要懂得筹码结构嘛，你不要一天到晚跟一些消息面的老师，是不是买到最高点，很惨呢。啊，五月份买被动元件，自己告诉我，国巨1300杀到600，啊，华新科490杀到270，对不对？很多台面啊，一些每天说自己报纸工商什么《工商时报》比赛第一名，结果呢，大益从150，天天叫货员买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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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150，今天83哦，还在破底啊，对。你跟着消息面一天到晚追到最高点，你当然惨赔嘛，套牢嘛。你一定要从筹码面的结构嘛，对吧？从筹码面才能清清楚楚、知己知彼，到底大户底冲啥？你到底大户在进货翻多还是出货转空？你不会被消息面糊弄骗到嘛？好，今天一个报纸很重要的消息哦，《工商时报》今天，对吧？国巨昨天又被空袭，对吧？又大跌。然后外资力挺，那一味买方 buy side 啊，这是法人讲的哦，说国巨啦，啊，被动元件华新科啦，获利状况都十分亮眼，问题出在哪里？筹码面嘛。所以这就是张老师一再一再苦口婆心，你真正来到股市，你要看懂筹码面嘛，是不是？不要听到消息就去买股票，你赔不完的啦，哦，好。那这一路以来跟你报告的，像达方，我们从90多块，请你站在卖方大户出货嘛，杀下来杀到50多块，我们跟全国投资人报告什么事情？大户进货，我现在很多人不相信啊，对不对？来，自己看一下。哦，达方从90多块，是不是请投资人？我们前一波从30多块一路做多，攻到90多块。90多块，告诉你大户出货、出货、出货、出货，一直杀到51块。我们讲得很清楚，这个地方下档怎样爆量？那为什么会出量呢？回答我，低档爆量是怎样？有人买嘛？
没有人买怎么会爆量呢？是不是？所以被动元件杀回来，我们不是乱跑乱捡哦，我们就请我们全国投资朋友把握什么？我们看好了怎么打方嘛？为什么？因为基本面是相当的好，最重要的第一档有大户进货嘛，那有人进货翻多，你当然要把握啊，对不对？来，前两天全国会员见证，我们达方在90块建议站在卖方获利，对不对？杀下来50多块，告诉你趁回跌怎样再买。所以我们被动元件，我们不是乱买啊，我们只锁定达方拉回来买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一档进货，哦，大户进货的动作相当的怎么样？相当的明确啊、哦！来，邱投资人，哎，今天大盘还是跌哦，哈哈，今天大盘还是跌哦，你不要以为今天大盘涨哦，跌了40多点哦，今天大盘还是在杀哦。来，今天达方呢？麻烦你自己用眼睛见证了。今天达方怎么样？大涨7%。那为什么张老师带全国投资人，就是锁定达方？为什么？筹码面安定，大户买回。所以今天为什么达方涨得最凶？哦，股票不是乱选的，好不好？今天达方还一度大涨7%。来，再来一路，对不对？威盛呢，今年从10几块带你做到50多块，是不是警告你威盛千万不要碰啊？我在节目中也是不是一再叮咛大家，威盛呢，你要小心哦，从50多块是不是一再叮咛你？50多块告诉你大户出货，今天威盛全国投资人多少了？38了，是不是再度破底？为什么？也没有看到有大户买回的动作嘛，所以你不要预设立场嘛，对不对？那达方叫你买回来，今天大涨，对不对？这都有道理的嘛。来到58了哈，好，再来5G 商机，我们跟大家报告，对不对？未来5G 人工智慧、自动驾驶等等，那在5G 这一块里面，又是5G 苹果商机，那市场传出苹果将会导入未来所谓的3D 手势，那3D 手控我们最看好的就是什么？国内的3D 手控领导厂商是谁啊？原相嘛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跟大家报告，未来苹果导入3D 手势，那3D 手控晶片大厂原相当然最大的受惠者嘛。那打到107块，告诉你开始进货翻多嘛，有人买哦。来，今天原相自己告诉我，原相今天再创新高。所以你看看，同样是操作股票，告诉你避开大户出货的威盛，到今天破底，哎，跌了快20块啊！注意哦，今天40都正式跌破了哈，55杀到38，对不对？告诉你，大户进货翻多的原相今天创新高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操作股票你要搞清楚筹码结构，不论操作指数股票嘛。你才能搞清楚筹码结构，你才能知己知彼，你才能知道大户在干什么。今天赚钱就是跟着顺水推舟嘛，大户做多股价才会涨啊，所以我们当然要积极做多。大户出货你就赶快卖啊，对不对？向下操作啊，它不断的破底啊。今天原相再创新高啊，没有辜负你们的期望 ，right？ 那今天消息也开始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来，任天堂，哦，2018年有没有售出2000万台的 Switch？ 代表任天堂今年下半年全力冲刺千万部以上的出货量，那原相当然业绩大爆发嘛，最重要的大户在买嘛，大户筹码翻多嘛，所以原相今天为什么创新高？懂不懂？大户筹码翻多，底部翻多嘛。再来，这档股票5G 苹果商机，精兵猛将，苹果 3D 感测独家的供应商啊。那这家公司富爸爸哦，台积电，好不好？台积电股价也是经过了重挫50%哦，打到50多块，已经跟你预告多头会再攻哦。哦，为什么？不管怎么样，苹果下半年出货会带动它独家供应 3D 感测的需求嘛。打到50多块，大跌捡便宜，今天62了哈，
再冲短线的一个高点了哈。来，这两个股票，我希望全国投资朋友旧雨新知，大家好好跟上我们的脚步。啊，这两个股票相当相当值得你好好的珍惜，好好的期待，好好的把握。未来5G 云端的商机，云端的商机，东方明珠啊，东方明珠啊。那本身股价筹码面从70多块杀下来，重挫了50%了哈。那筹码面已经杀得相当的干净了。那再来最重要的，它的基本面来讲，它取得了Intel 跟 Apple 的双认证，这个是相当难能可贵。大家知道 Apple 跟 Intel 是不是？那几乎在这个啊，这个权力上面啊，杀得难分难分，对不对？难分难舍啊，互相告来告去。那这家公司它同时又取得 Intel 又取得 Apple 双认证。那再来最难能可贵是它第二季的营收居然创了历史的新高。会带动他今年整个转亏为盈的一个获利的经营绩效啊，东方明珠值得你好好珍惜，好好把握，好不好？今天大盘是跌哦，哦，跌了将近50点哦，今天东方明珠是不是？我们请投资朋友积极把握切入，尾盘再度强喷呐。那最难能可贵是刚刚发动啊。所以赵老师带你锁定的股票都是底部翻多，刚刚发动，未来都会有主升段、大波段的行情。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好好珍惜、好好把握，好不好？那主升段、主流商机，我们都帮你锁定好了，都帮你锁定好了。如何操作？不论指数的转折，明天指数的多空转折，以及标股最重要的讯息，很简单，你还没加入张老师的 LINE 之前，你立刻想尽办法加入我们的 King 518，加入我们 LINE 的族群，我们现在已经10000多人了啊！所以张老师讲的每句话 ，LINE 的学员都相当的清楚，对不对？不论是指数的操作啊，对吧？昨天一开盘就是多，上来就是转空，多空两趟就是160点的行情。轻轻松松，不要你猜，不要你赌，不要你跟着一些老师跟发疯一样，一开盘哇，市价放空被嘎，然后市价做多停损，那这样干嘛？啊，我们是很珍惜我们全国会员每一个的，对不对？财产，啊，不是把会员当白老鼠一样，哇，市价做多，市价放空乱搞，这样不行的了。指数掌握到大的结构，好不好？那整个大盘我们讲得很清楚啊。大盘目前就是在这个区间震荡，对不对？下档的支撑，颈线支撑嘛，这里区间来回横向震荡，所以要懂得高空低补翻多，来回价差操作。所以昨天先空再多，对吧？先一早先多再空两趟，160点的行情，这就是你昨天到今天应该要掌握到的行情，而且你不会做错啊，你会做错吗？啊，你看我们的操盘工具，你光手机就好了，你会做错吗？啊，来导播，昨天一早10997多，你会去放空吗？大涨之后11064转空，你会去做多吗？所以昨天到今天一多一空两趟160点，这就是你应该赚到的行情，一点都不夸大，实实在在，好不好？好，立刻加入张老师的 LINE King 518，盘中第一时间跟我们同步分享，同时更重要的，赶快加入我们的操作行列，跟紧我们的操作行列，第一时间掌握大户筹码的转折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
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，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你担心瓦斯外泄危险吗？教你几个小撇步。瓦斯桶放室外，避免日晒，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定期检查瓦斯配管。使用瓦斯要小心，居家安全好放心。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。哎，二十号那位先生，这位人力资源访查员要拜访您。我有收到通知啊，但可以不接受访问吗？先生，政府每月22日那照办人力资源考察是有原因的，我有了解多少人就业失业，才有施政的依据啊。他到底是做什么的？受访资料我们都绝对保密。人力资源调查需要您的支持。好，指数操作真的很难吗？投资们好好问问自己。啊，你跟了很多年轻老师，你自己很清楚啊。每天一开盘，哎，一下市价就放空，哎，马上市价做多，啊，放空停损，做多停损，每天乱搞一通。说穿了，每天一开盘猜谜晚会嘛。你要有对整个结构一个明确的方向，我们讲得很清楚嘛，对吧？大盘上礼拜大涨，告诉你面临高档卖压，逢高放空，下杀快200点。大跌之后告诉你这里是下档颈线支撑，拉回要懂得翻多，又强弹200点。哎，这个多礼拜先空再多，这两趟已经快400点的行情了，对不对？筹码结构很清楚。那最重要我们讲得很清楚，短线上筹码你就以区，对吧？区间震荡，下档的支撑，上档的压力，区间震荡结构。所以这里你千万不要认为大多头大空头，区间来回。所以昨天一开盘就这么简单，10997就是一个多，就是一个多。你需要猜吗？来，有我们的操盘工具，昨天所有全国投资人，你看看，昨天一开盘8:50，你会去放空吗？10997就是一个多。你再看我们的趋势力道，一多到顶，你就千万不要去放空啊！一多到顶上来，你自己告诉我获利多少点。我们的软体程式都帮你算得很清楚啊，获利多少点自己看一下，到了10:45获利70点的行情吗？这有夸张吗？电脑都算给你看了。接下来昨天大涨之后哦，到了12:30 11064怎样转空，哎，对不对？一早的多上来70点送给你，一口14000。接下来10064转空，你会去做多吗？转空跟着大户程式，今天一早空下来，来你自己看看，电脑程式帮你计算，下杀多少？是不是80多点？你不要说张老师你多准，就这么简单，全国用户都是一样。昨天一早10997的多70点，上来11064的空，今天一早下杀90点，多空两趟，自己告诉我多少点，是不是160点？就是你昨天到今天应该要掌握的行情嘛。甚至我们手机 APP 的很清楚嘛，昨天一开盘就是10997，就是一个多，你会去放空吗？那大涨之后，接下来11064就是空，下来又是90点，一多一空两趟，是不是160点？那为什么昨天会先涨再跌呢？为什么会这样波动呢？因为大盘我们讲得很清楚嘛，就是一个什么区间震荡盘嘛，上空下多来回操作，是不是？从大盘筹码结构，从指数，从电脑程式，这160点就是你昨天到今天应该掌握的行情。再来股票不啰嗦，筹码面嘛，对不对？达方从51块大跌捡便宜嘛，今天58了哈，58了哈，自己看了哈，对不对？来，再来送你的5G，5G，5G，我送你什么？告诉你原相嘛，苹果导入 3D 手势，你自己看看今天原相这个叫什么？创新高。那一路警告你哦，大户出货哦，还没有承接哦，你要注意哦，破底哦。威盛从55，今天38，
所以张老师告诉你，大户出货转空的股票你就避开，不断的破底。告诉你会涨，达方今天是不是大涨？原相是不是创新高？好，来注意这档股票，特别注意一下，好好的把握，好好的珍惜。东方明珠，东方明珠这家公司基本面相当了不起，同时取得 Intel、Apple 的双认证，好不好？甚至第二季营收，第二季是淡季哦，营收还创新高哦，哦。股价今天才刚刚强势喷出，未来还有大波段的行情，好不好？好，不啰嗦，盘中最及时，不论大户存势多空的转折，标股的讯息，你加入张老师的操作行列，或者是立刻加入我们 LINE 的行列，输入 King 518，我们第一时间会让你同步分享掌握大户多空的转折。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